应该没胖过吧？有胖过。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哪，生气。吴谨言科学性节食，人生最胖5公斤，引发公愤。就真的非常非常瘦，可以超玉的瘦，可以随时穿过那个缝缝。被超瘦的 IPSS 认证更瘦的璎珞吴谨言，日前在看我哥节目《奇葩说》曝光体重数字。你这个冷笑是因为你觉得谨言这辈子就没有胖过是吧？你应该没胖过吧？有胖过。胖过。你现在多少斤？90不到。哇，那时候呢？96、7。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哪，生气。我10岁开始就基本上科学性的节食，就是请问什么叫科学性的节食？就是那个吃的东西特量什么轻什么重，然后什么以后吃了会胖，现在吃了不胖，现在吃了胖以后不会胖，就是就这有一个，就从小就有这个概念。太惨了，为什么活成这样？他是芭蕾舞者，他当然要。那有胖的天鹅吗？